大英百科全书大中华区总代理总裁黄祖儿是亲自为有兴趣参加冬令营英语教师的同学来面试。他表示，英美系长期推动福音计划，大多数的同学都具备教学实务经验。大英百科愿意将冬令营的英语教师名额全部都给大一英美系的学生，欢迎英美系学生来担任营队的工作人员，把学习的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你看那个 Starline 的动机呢，的用意呢，就是希望把每一个人，从学生，从小孩子，都把它当作一个星星，他每一个有个光亮的能量可以发散出去。OK， 那我们也希望 Britannica 在台湾呢，可以跟很多的同学们合作。合作了以后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在你的求学的阶段跟我们已经有一些交集点，比如说在我们的 camp 还是我们一些活动，那你毕业之后觉得，哎，我们这个公司还不错，你可能会给我们这机会，继续跟我们去合作。目前就读英美系三年级的张小晴认为，大三正好是思考要工作还是要升学的时间点。很高兴有机会参与大英百科举办的活动，增加实务的经验，同时开拓个人的视野。他现在对未来毕业找工作很有信心。因为大三之后马上就要面临毕业，或是就要找工作，然后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可能会多增加一点自己的竞争力跟经验。希望他们这次的寒假的寒令营能够用全权用我们大业英美语的学生来做整个老师的班底，还有辅导员的班底。那他刚刚也讲，就是说因为他们大英百科全书他不是只有做这个冬夏令营而已，还有一些大型的 exhibition，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说以后就是这种大型的 exhibition 也都跟我们大业英美语来做合作。英美系系主任张智慧表示，很高兴可以和大英百科全书大中华区总代理签订职场体验同意书，希望同学能把握这次产学合作的学习机会，精进自己的能力。大业人新闻刘金孝、李桂妹采访报道。